微亚呢了解景区的一些状况呢，还有通过我们的触摸屏呢，我需要的线路呢，我直接扫码可以到我手机上去了。那这一方呢，顾客呢他就方便了。这个对推动自驾游，还有一个对高速交流人和，还有振兴乡村经济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什么呢？引流和推广作用。